想请问一下，有力请邱其伟选党主席吗？谢谢。花森林是不是因为怕被误会？谢谢。你刚刚又再发了一次。谢谢。花中三法，您觉得是冲突性的好案，要站台了。院长怎么看韩国瑜跟蓝委参叙，希望蓝委暂缓推动冲突法案？院长要宴请民进党立委，被解读是要强化行政立法部门合作，未来着重政策方向为何，备战国会攻防。院长晚上要宴请民进党立委，是不是要谈论重点政策和国会议事攻防，力拼反守为攻？国会愿意站在福国利民的角度，多增加这样的一个法案跟政策的审议，都是好事，为时都不晚，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开始。那我也希望行政院跟立法院跟各个党团都保持好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晚上对民进党党团，我们是加强沟通，好好的合作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两院互通的这个工作上，彼此站在自己的角度为对方着想，多做一些事情。那么这个理念，我也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共同的来往这个方向来进步。县长回娘家，各位好多立法委员都在现场，各位南投县还有相关企业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，刚才看到南投县许淑华县长，好久不见，仍然青春美丽有活力。但是淑华县长，你看看我们所有在座立法委员，男的疲倦，女的倦容，尤其是连续四场几乎肢体冲突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在市场治理充足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还好我们许淑华不在，万一还在立法院，这个温度还要更高了。大家看大家好吗？大家共事吗？大家加油！非常欢迎欢迎。大家领导，大家领导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心点，就让我们。
不要那么激烈吗？